你有漂亮妆容，生病不能好。生了一场大病，我一个月高烧不退，瘦了6公斤。我14天以后要拍广告。哇！老师就是我漂亮呆了。整个状态就是重生的感觉，千万不要碰。不要。TVB 的财富台知识频道晚间9点，女人我最大，想时尚基地金。